新综艺节目舞台2023来了，周深舞台惊喜掉落，由舞台推荐人周深带来的第一个打样舞台人是周深身穿白色外套，在大雪中唱响人类战歌，在未知之下仍选择不灭的希望。我是舞台2023推荐人周深，我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舞台，人类往往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要多创造了非常多奇迹。那你们做好你的选择，走向未来吧。作为春节档大热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这首歌兼具硬科幻的冷硬气质和软科幻的人文思考，前者得益于旋律半音程丰富的设计以及电音效果的精准运用，原本音色醇厚的提琴也显示出了淡漠的冷寂，但深冷色调的幻想铺垫出对人心甚至人性的思考，通过周深爆发力极强的歌声，生命力在末日的怪诞景象中得到了绽放。让恐惧亲吻我，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却挣脱不走我的选择。让恐惧亲吻我，把命运打包在火中，让生命如剧烈的烟火，璀璨熄灭前也将点亮。2023是由腾讯出品的一款选秀综艺节目，定档于7月29号18点正片播出。26组内测舞台燃炸来袭，初登舞台的无畏、重返舞台的自信都能被看到，更有几位重磅嘉宾加盟。好期待周深导师又会带来什么精彩又专业的指导，期待今晚周导师的舞台。还是得我来一下吧，他太真诚了。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抵不过他的真诚。我们邀请了26名舞台歌手，处于不同年龄、不同实力阶段。我们将有6次舞台机会，只有5人可以留到最后。舞台歌手必须选择一个生存模式，平凡者没有额外收益，也没有代价。天哪，你们这些平凡者一个一个都是不平凡的人。周深自2020年工作室成立之后，这2-3年的人气或者说国民度以及被业界认可的程度，确实有着无可匹敌之势。特别是被主流媒体、专业人士和甲方认可的程度上，说是新生代无人能及也并不算夸张。究其原因无非2点，一点是周深厚积薄发的实力和足够优秀的品行，二是内娱太拉垮，造成了极少数人和大多数人的强烈对比。比如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内娱歌手间的强烈反差，有人说是靠周深等极少数歌手才赢回了一点点脸面，而诸如此类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周深的实力已经无需质疑，即使放到前辈歌手之中也能争上一二，但却不得不为如今的华语乐坛去撑起那一点可怜的一点点脸面，这应该也是大型纪念活动和央视舞台总是钟爱周深的原因吧。而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一路坎坷备受争议，坚持到如今所求不过是有舞台可以安安稳稳、安安静静的唱歌，却总是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各种纷争之中，深陷各种流量粉丝无中生有的谩骂。谁的一生一个怎么活，谁能够抵
沿途一身泥泞跌撞的是我，忍痛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就让每道曲折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捉襟见肘的华语歌坛再被流量肆虐，这破烂不堪的程度可见一斑，其下场可想而知。其实纵观周深的成长历程真的非常简单，他就是想唱歌而已，所以他无视一路披荆斩棘，甚至非议谩骂，一路坚持，终于有了一点点的成绩。但有些人不会明白，他们无端的指责谩骂伤害的是每一个爱音乐和爱好美好的人，希望能够善待诸如周深这样的歌手，更加希望这样有实力、有唱功、有技巧又有品行俱佳的歌手不再是可遇不可求，而是越来越多。你们觉得呢？提到了二专的内容，我们不吹牛二专，但是二专的进度和风格可以给大家透露下吗？二专的风格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很挑战。它挑战不仅是唱功上的，但是它也不仅仅是局限于什么音高啊、音域之类的，它对我来说应该更多是气质上的一个挑战。而且我感觉是一个大家没怎么见过的周深的一个挑战，所以对我来说难度真挺难的。而且为了去准备更好的录好二专的歌，我有不停的在去听很多一些歌，去让自己去更精进自己的一些唱法呀，或是精进自己一些表达。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预测大家听到那个二专之后是什么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哎，我还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专辑。说到这，算到不一样的周深的地方，那么请用一个词来简单的给大家剧透一下这张专辑里不一样的地方吧。如果不一样这个词的话，那就是骗了。啊，有什么不一样啊？具体一点。不行，太具体了，透露的太多。不一样的周深。接下来是一个来自社恐粉丝的问题，请问深深可以给点建议。问题是社恐应该怎么和周围新遇到的人快速熟络起来？我自己就是一个社恐的人，哎，怎么去熟络起来？